花蔓，不相由徒生，不观听歌舞，不非时时，也就是持斋或舞不食，随喜您的功德，阿弥陀佛。愿慈悲爱相连，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今日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同胞了，杨村主和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各种关注忙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老不叫小时送给了斑马色的。我这种各种参加到这不能从钱包去下什么业务这边的。之前我不叫老早老早了，都说寻机老乡了，上一百七十三百元的把他们抓到的忙，我这做这种各种参加到这不能从钱包去下什么业务这边的。之前我不叫老早了。苏软的苏心机了现在上一把就说三百元的把他们抓到他们我都做了这种各种赚钱的这不能挣钱不结像是你有这些的这钱快就拿走了苏软的苏心机了现在上一把就说三百元的把他们抓到他们我都做了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我马红把真格的把马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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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红把真格的把马子，我马红把真格的把马子动。杰拉达江苏罗在边地，他说刚才那边在江苏那当红帮他做些话的，就当抓紧别人咋的说，就等连广播家伙那样拉响咋了。刚刚露出的你正着你的难道老师请你动个十三十七人你记得个老王在那个大的比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喇叭就大街上老的街上等送住的街中你摸你落你街走走走走马人们在这等我的你个见你这么在那这能等你到场上拼的送人等你走街这头是照知道是你眼睛道路门虽然讲不到样的的的最终的基金接着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着着你可当当就用路都把路住不必那我觉得说娘姐前不走的你没想送你梦了前不安家把个人当安全度什么都能把自己将来想在了那么心灵危机我们怎么样解决啊？解决的方式是以心灵瑜伽来解决啊。心灵瑜伽包括哪些呢心灵瑜伽啊，可以说有三种心灵瑜伽啊。我是从佛教的角度讲啊，从佛教的角度看啊，有三种这个心灵瑜伽。第一个是什么呢？四维心灵瑜伽啊，四维心灵瑜伽的意思就是说，通过一些思维啊，通过一些思考啊，来改变啊我们的一些想法啊，我们的一些这个理念啊。因为我们的很多的痛苦啊，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很多的这个焦虑啊，都是因为我们的观念，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我们对这个价值的判断啊，而导致的。那么这种问题呢，
通过有一种离心的这个思维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西方哲学啊是一种离心的思维，但是呢，它的离心的思维非常的有局限性啊，非常有局限性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啊全部靠西方的啊，就把东方文化啊，或者是西方哲学里面讲的一些有用的心理学讲的佛教的思想啊，全部结合以后呢，然后啊，你可以有信仰，也可以没有信仰啊。那么这种东西呢，有信仰的人可以用，没有信仰的人同时也是可以用啊。包括一个唯物主义者，他也可以用啊。唯物主义者他观点上啊，他是一个唯物论者，但是呢，他也有精神呢啊，他的精神也有啊，也有会面临危机的时候啊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危机也可以通过这种心灵瑜伽去啊去这个解决这问题。这也叫做冥想啊，冥想啊，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讲，这叫做观想啊，观想啊。我们现在在瑜伽呀或者很多场合都用冥想啊这个字。那冥想也好啊，观想也好，思维也好，其实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啊，通过一种思维去啊推翻我们的不合理的啊不合理的这些观念啊，然后呢重新树立一个新的观念啊。那么这种观念呢必须要符合事实啊，与客观的事物和我这个观念要相应合宜，这样子的话它也没有失去这个 yoga 啊它的啊它的这个含义是存在的。嗯，通过一种思维的方式啊，这个是一种思维，人静下来啊，静下来了以后呢啊，然后去思考啊，这些思考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非常需要的这些观念。但是呢，这个最需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的最需要的东西啊，恰好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啊，我们从来没有学过这个问题啊，这些问题啊，我们从小学、中学、大学啊，这所有的这些课程当中啊，我们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啊，但是我们没有接触过、我们没有学到过的这些东西啊，实际上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最需要的东西啊。有一个研究，有一个实验，在国外啊，有一次有很多科学家，有很多哲学家啊，在他们的这个年会上啊，有一次做了一个实验啊，做了什么实验呢？啊，让每一个人都发言啊，只有三分钟的时间啊，发言只有三分钟的时间，然后告诉大家啊。这三分钟啊，你发言的这三分钟啊，你在发言的这个三分钟是你的生命当中的最后的三分钟啊啊，是你整个生命当中的最后的三分钟啊。那么好，这个你生命当中的最后的三分钟你想说什么呢？你发言啊。然后呢，所有人包括科学家、哲学家，所有人说出来的话，其实跟他们的职业是没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啊，我们充分的可以看得出来，人真正的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啊，真正需要的东西，很多我们平时啊，我们为了这东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啊。我们为了这个事情啊，牺牲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事情啊，实际上不一定是我最需要的东西啊，实际上这些东西是不是我生命当中最需要的啊。那么我生命当中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我们只有静下来啊，思考啊，然后这些古老的这些啊这些经典，它会告诉我们，它会给我们回答啊，这我真正的我生命当中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
这个答案啊，我们只有在这些经典当中可以找到啊。所以我们啊，要去思考啊，思考一些问题，然后有些问题我们啊想不通啊，想不通了以后呢，我们会当我们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啊，我们就会啊拒绝啊，然后呢越拒绝这东西啊，然后我们啊就是越痛苦。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啊，我们现代人然后就是像所有的啊精神上的这些痛苦啊啊，都是用物质来解决，都是用物质来解决啊，所有的这个精神上的这些缺陷啊，空白的地方啊，都是用物质来啊填充。然后我们现在过度的去依赖啊，过度的去依赖物质，这样子的时候呢，在无形当中，我们养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呢？我们越依赖物质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实际上越来越脆弱，啊，越来越脆弱啊，越是依靠物质，精神就会越脆弱啊。但是呢，我们该面临的东西呢，总是要面对的，要面对的啊，这是没有办法回避啊。所以我们啊，就是一个哪怕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事情啊，在我们的这个精神当中啊，是一个非常大的创伤，是一个很大的啊打击啊，很大的打击啊。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呢，在我们这里呢，它就变成一个很大的打击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啊，没有我们的精神。没有面对的力量，没有面对的力量。为什么没有面对的力量呢？我们不懂得这个精神的训练啊，我们所有的精神上的问题都是想用物质来解决，其实这个时候一定会失败的啊。所以我们的啊，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物质生活是越来越丰富啊，但是呢，我们同时必须要承认我们的这个精神是越来越脆弱啊，越来越脆弱啊，经不起任何的打击，经不起任何打击。所以我们每年有这么多人啊去走这个极端的路，走极端路。在十年前啊，2003的时候，在《光明日报》啊就报道过，中国每年啊就平均有20万人啊自杀啊。那么现在网上的数据不一定是正确的啊，如果正确的话，每年是28万人啊，自杀未遂的啊就有200万人啊，200万人。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去自杀呢？啊，这个《光明日报》啊，十年前的《光明日报》，然后呢，就专家就分析啊，分析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去这个走这条路呢？其中的80%啊，都是因为抑郁症，抑郁症，啊，80%都是抑郁症，然后世界卫生组织啊也警告啊，21世纪的三大杀手之一啊，或者是21世纪的人类的三大这个死因当中的一个是自杀啊。那么自杀就是来自于抑郁啊，来自于抑郁。那为什么啊，就是不是我们的物质越来越丰富啊，然后呢我们想要的东西啊，通讯啊，这个交通还有医疗啊，各方面的这些这都在啊越来越好啊，但是为什么啊我们还是有这么多人啊，还是有这么多人去走这个极端的路呢？啊，像北欧的这些小国家啊，他们的福利啊是全球最好的，但是呢，他们的自杀率就是全球的前十名呢。啊，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就是因为精神上啊没有一个缺乏了一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的福利再好也好。物质生活物质条件再好也好啊，人是我们必须要承认，人不是机器
啊，如果人是机器啊，那么它需要这个燃料系统的油、冷却系统的水啊，然后就是电啊，那就可以了啊。但是人不是机器，人还有一个精神呢啊。那么精神它有它的需求，它的需求，这个需求我们给不了，我们的这个啊，这个比如说御驾的这个体系当中呢，没有办法给予这个啊，这种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的时候，然后啊，然后这个御驾就啊就打了很大很大的折扣了啊。原来的御驾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啊，那么现在的御驾呢，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是正好是最需要的，所以我们这方面要思考一下啊。这个是第一，叫做思维啊。思维，我们要去思考一些问题，思维啊，一些问题，思维瑜伽，心灵瑜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无思维啊，瑜伽，心灵瑜伽，无思维心灵瑜伽是没有思维的啊。那么没有思维的意思就是说，把我们的所有的啊，所有的这些思维杂念啊，都静下来啊，都让他们归零啊，归零啊。这种方法呢，我等一下也就给大家啊，就介绍一个最简单的啊，最基础的一个修行的方式啊。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呢，那么你们可以进一步的去啊去了解啊去了解啊。这样子以后呢，比如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开一个瑜伽馆的话，那么这个瑜伽馆是一个非常高档的瑜伽馆啊。为什么这么说啊？这个瑜伽馆它同时它既是瑜伽馆啊，又是一种禅堂啊，禅堂啊。我们今天呢，任何一个，比如说包括一个茶馆啊，或者是一个任何一个场地啊，跟禅有关，我们就喜欢挂一个禅有关的牌子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觉得只要有一个禅这个字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场所就很高档。但是我们可悲的就是什么？我们没有人懂禅啊，到底什么叫做禅？喝茶就是禅吗？不是啊，喝茶跟禅有关系，但是喝茶品茶不是禅啊，不是禅。那真正的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啊刚刚讲的这种心灵瑜伽，同时它也是禅啊，也叫做禅啊。禅也是心灵瑜伽啊，心灵瑜伽和禅其实是一个意思啊。禅是什么意思呢？禅也是对这个汉文啊来说，它也是一个外来词啊，外来词。禅在这个印度梵文当中啊，叫做萨曼达啊。萨曼达翻译到中文以后呢啊，禅跟萨曼达这两个有一点点这个音啊，有点相同。然后呢这过去的这些翻译佛经的这些啊，汉传佛教这个翻译佛经的这些医师啊，翻译家，他们是非常有智慧的啊。在禅这个字的后面加了一个定字啊，禅定啊，禅定。这样子以后呢，这禅定这两个音跟这个印度梵文的萨曼达啊，萨曼达的后面也有一个达啊，那这两个也是音是相同的啊。然后后面有一个这个禅啊，从中文的角度来讲啊，这个是不是一个意义，是一个音译，没有内容了。但是呢，后面的顶啊就发挥作用，顶就是人的心啊，就平静啊，就是静下来啊，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波动，这叫做禅定啊。其实这个禅定呢，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叫做瑜伽。不同的啊，不同的这个名词啊，相通的啊，
完全是意志的内容啊。所以我们就开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瑜伽馆的话，那么它也是瑜伽馆，也是禅堂啊，也是禅堂，是非常好。在这样子的瑜伽馆当中呢，我们可以既可以提供啊身体健康的方法，又可以提供啊心灵健康的这种方式方法啊。其实这个是非常好的啊，这个我们未来的人呢、啊、是非常需要啊，现代人就是以后21世纪啊，我们真正需要的或者是越来越需要的不是物质啊，不是物质了啊，那是什么呢？而是这个精神上的东西了。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精神上的东西啊，那么精神上的东西过去因为我们贫穷啊，这个没有，我们的物质生活从这个方面啊很贫穷了，所以我们拼命的去赚钱，大家都认为只要有钱啊就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当然我们现在这个商业社会，钱可以买很多很多东西啊，但是呢钱不能买的东西也是很多更多啊，钱不能买的东西更多的。所以这些钱不能买的这些东西呢，用心灵啊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是最恰当的。比如说抑郁症，抑郁症在2006年的时候，美国啊这个年花费是多少呢？就是抗抑郁剂，抗抑郁剂啊，就制造这个抗抑郁剂啊，就花了啊760亿美金啊，760亿美金，这是一年的年花费啊，都是这样子啊。但是呢，这种药物出来了以后呢，它也不是很理想啊，它也暂时可以控制。还有一个更大的啊，这个负面的影响啊，负面影响。那它的原理是什么呢？我们的抑郁症是对未来的这种焦虑啊导致的啊。然后这个药物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通过这种药啊，然后在我们的大脑的某一部分，就是思考未来的这个工具啊，这一部分呢啊，就把它切掉啊，就像把一个电路切掉一样啊。这样子以后呢，就人的这个思维的活动啊，思维的人的思维不活力，没有活力啊，就是因为这个药的原因啊，所以。抑郁症啊，如果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话，那么可以用药物来适当的控制一下，控制完了以后呢啊，适当的控制以后，然后就通过修禅啊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非常有用的。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吃药啊去修禅定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的禅定呢，禅定的这个境界啊不是很高啊，所以我们的禅定的力量可能也不是很到位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没有这种药物的帮助，那就是有一定的难度啊。所以这个我们还需要借助药的这个力量啊，然后呢适当的控制完了以后就去啊修禅定啊，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嗯，完全可以。这个我刚才也提到过了，就是我们刚才下午的这堂课里面也提到过，这个是有2500多年的这么长的这个佛教历史上啊，都有啊成千上万的人就是经历了啊这个禅的这个力量啊，但是呢，抑郁症呢啊就是最近。一个这样子的精神的疾病啊，过去没有或者是非常非常的少啊，但是这是一个佛教的修行人的经验啊，另外一个也有科学的证据啊，就在十多年前在美国啊做了一个实验啊，这个实验是什么呢？这些从国外啊邀请了这个12个人，那么12个人当中4个人是欧美人啊，
另外的四个人呢是亚洲人，那么他们全部都是学藏传佛教的这个瑜伽、心灵瑜伽的这样子的人，嗯，然后呢，每一个人的头上按150多个感应器，啊，每一个人的这个大脑啊、头部就装啊150多个这个感应器啊，然后呢，通过功能性核磁共振的方式啊，去让他们大坐，去观察他们的脑电波啊。这样子以后呢，最后的这个结论是2004年的美国国家科学这个会刊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非常权威的一个科学杂志啊，那么这个上面登出来啊，登出来的结果是什么？通过禅定啊，通过禅定完全可以改变人的啊这个大脑的脑电波啊，比如说人我们痛苦的时候，在我们的大脑的某一个地方的这个脑电波有变化啊，我们高兴的时候、开心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的某一个地方啊，另外一个地方这个有这个电波啊不一样的啊，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去观察的时候呢啊，然后禅定啊完全可以改变这个痛苦焦虑的啊，这种脑电波。当然从佛教的角度来讲，大脑只不过就是一个我们的精神的一个工具而已啊，一个工具而已，但它完全可以改变这个啊。所以我们啊这个通过禅修啊，通过心灵瑜伽来啊这个面对抑郁症、焦虑症等等等等的这个精神上的这些疾病啊，是完全是有这个科学的证据啊，有这么多的这个啊修行人的经验啊，所以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啊。我觉得我们在瑜伽馆里面，我们同这个肢体的这个这个啊瑜伽以外，那么更多的我觉得应该考虑这方面的啊。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每一个瑜伽馆，比如说一个校区啊，如果有一个瑜伽馆的话，那么这个瑜伽馆它可以啊提供这个校区里面的，比如说有患有抑郁症的啊、焦虑症的啊、强迫症的啊、这个孤独症的啊等等啊，我们的精神上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疾病的这个清单啊，一年比一年长啊，越来越多了啊。那么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嗯，那这个是不是等于学佛了呢？是不是等于有宗教信仰？那就不一定了啊。如果我们有学佛啊，从学佛的这个基础上再去练这种瑜伽，那就更加的完美了啊，更加的完美，这效果完全是不一样。但是，啊，就是没有任何的信仰啊，没有任何信仰的一个唯物论者，他也可以用这种心灵的瑜伽。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应该是啊，这个中国瑜伽应该是这考虑一些这方面的，因为传统文化，中国啊这么长的这个历史当中啊，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啊，儒释道，嗯，舍啊就是佛教啊，佛教，那么佛教啊，这个里面呢有更多的啊，更多的这个对心灵方面非常有用的东西啊，所以佛教啊，我们可以说它不是一个成功学，它不是成功学，它是一个幸福学啊。为什么说它不是成功学呢？因为我们今天的啊，我们目前的这种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就是有钱啊就成功啊。没有钱的话，那么在其他的方面他再怎么样，我们不认为这个成功啊，至少我们目前的定义就是这样子了啊，20世纪的定义就这样子啊，然后呢21世纪、22世纪这个时候的定义，成功的定义、富裕的定义，一切都会有变化的啊。什么叫做富裕？什么叫做贫穷啊？会有变化的，这个定义会有变化啊。但是目前啊，我们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呢？成功啊是什么？
就是有钱人。成功学是什么呢？就是赚钱的方法啊。那么这样子的话，佛教它不是一个成功学啊，但是它的确是一个心福学，它是一种心福学啊。然后呢，佛教它也是一个超级的心灵学啊，超级的心灵学啊。在这个临近的状态当中啊啊，它是没有啊，没有抱怨，没有仇恨，没有欲望，没有嫉妒啊啊，这些都是没有，这些负面的情绪啊，这些毁灭性的情绪都是不存在的，都是不存在啊。然后我们啊，就这个进入这种状态的这个次数比较频繁啊，或者是我们在这种状态当中停留的时间啊比较长的话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可以这些负面的情绪都可以解决的啊。比如说一个根本没有信仰的人啊，他可以早上他早起可以修40分钟啊到一个小时啊，4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这种没有思维的啊，这种非常平静的这种禅啊，我们说禅也可以，或者是说心灵瑜伽也可以啊啊。然后呢，晚上睡觉之前啊，然后在床上也可以啊，或者是有单独的比较安静的空间的话，那也是更好的啊。如果没有这种条件，那也没问题，在床上啊。睡觉之前40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甚至是20分钟也可以的，就是修这种无思维的心灵瑜伽啊。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宁静的状态啊，你人在这个宁静的状态当中停留下来了以后呢啊，整个人的心身都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度的放松啊，高度的放松啊。我们睡觉的时候啊，做梦的时候啊，实际上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大脑实际上是没有休息的，没有休息啊。那这个比啊做梦的这种睡眠的状态啊，大不到这个端端的这个没有思维的这个心灵瑜伽的效果啊，达不到。因为这个时候呢，全身心身都达到一个非常宁静的状态啊，全身都是放松，整个内外心身都是一个非常这个放松的状态。西方心理学家说，五分钟的冥想啊，等于是一个小时的熟睡啊，非常好的睡眠啊。其实这个是有道理的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宁静的状态啊，在这个状态当中停留20分钟啊，或者是40分钟啊，然后再出来了以后呢啊。然后不要去想家庭的事情，不要去想工作上的事情，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睡觉啊，这中间不要有太多其他的负面的情绪啊，这样子一定会改善睡眠啊。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啊，有这么多的失眠的人，他还没有达到这种抑郁症，但是呢睡眠啊，失眠不好，这个睡眠状况非常的糟糕啊，尤其是企业的这个上层的管理者啊，因为大家都是压力啊很大的啊，那么人的精神也就是跟人的身体一样，比如说我们的人的肉体它是有一定的承受力量啊，重力和压力啊，如果超过了人体的承受的能量以后的话，那么人就顶不住了啊，人就顶不住啊。那我们精神也是一样，我们的精神啊，也有一定的这个它能够承受的范围啊，在这个范围当中
或者是没有超过这个界限的话，那么他虽然是很痛苦，但是呢还是可以扛得住啊。如果不断的这个施加压力，不断的啊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他超过了这个啊他承受的这个界限啊，这样范围啊，这时候呢就精神上啊就出问题了啊，这是我们的焦虑啊抑郁都是这样子来的。嗯，所以我们要提供这方面的这个啊修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我觉得这个比这个肢体瑜伽啊更有价值啊，更有价值。那肢体瑜伽做得再好啊，但是抑郁症、焦虑症如果不解决的话，今天的抑郁症是什么样子呢？它不仅仅是让人失眠呐、不想见人呐、把自己封闭起来啊，它不仅仅是这一点呢。今天的抑郁症完全可以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啊，它会威胁到，不仅是威胁到我们的健康和正常生活呀，它威胁到人类的生命啊。所以这个比肢体瑜伽啊还更重要，心灵瑜伽的价值我认为比肢体瑜伽的价值更重要。嗯，肢体瑜伽也许是一个贬义词呀，啊，为什么是贬义词？因为它没有什么内在的东西，这是一个动作而已啊。瑜伽都已经这样子的话，实际上这个 yoga 啊，这两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解释的。这个肢体的动作上面呢 ，yoga 这两个字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啊，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没有办法？它的核心的价值不存在了啊啊，它是一种心事，完全是一种心事。嗯，所以它不符合啊，不符合 yoga 本身的这个内容啊。所以我们把很多古老的古人的这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把它啊把它商业化，把它心事化啊，把它物质化啊，这样子以后呢，最后啊倒霉的还是人类自己啊。在人类历史上啊，过去的人，古人，他们创造了非常辉煌的历史，是什么呢？就是精神领域当中啊。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就创造了非常辉煌的历史，这个是物质上啊。那我们啊，这个前辈他们这个创造的辉煌的历史不能用我们现在的这个历史来代替啊。啊，不能这样子的，这可是两个都是人类，两个都需要的，精神的辉煌，物质的辉煌，这两个都是需要。我们不能把古人的这些非常好的东西，不能把这些东西商业化啊，不能把这些东西物质化、心事化啊。这样子以后呢，其实我们不是在弘扬瑜伽呀啊，我们在结束啊瑜伽，在破坏瑜伽，实际上是这样子啊。所以我想这个肢体瑜伽，这个我想这个有可能是一种啊一个贬义词啊。为什么贬义词呢？就是因为它没有 yoga 的啊内涵， yoga 这两个字在这个肢体运动上面没有办法解释啊，没有办法解释。所以我们各位啊都是这个瑜伽的老师啊，瑜伽的教练啊，瑜伽的这个重要的负责人，嗯，啊，这样子的话，大家都是有责任的啊。我们这个瑜伽的这个费用啊，也是不是很便宜的呀，啊，不是很便宜的。但是我们提供的东西呢，啊，如果没有这些真正的这些瑜伽的这个内涵的话，啊，那这个是不对的。啊，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这些有些东西呢，不能太商业化呀，啊，这样子一个文化啊，一个非常有内涵的东西，过度的商业化以后呢，它一定会变成一个心事化啊，然后它变成了心事化的时候呢，实际上啊，它已经不存在了，那所以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不再弘扬瑜伽呀，我们在破坏瑜伽。所以我觉得这个啊，希望大家
在这个方面适当的要重视一下啊。我并不是说啊，我们要弘扬佛法呀，啊，我们要弘扬印度教呀，我们要弘扬这个基督教啊，这个不是这样子啊。尤其是佛教，它是非常非常忠实、尊重啊每一个人的自己的信仰啊，它永远都不会把他的东西强加给不愿意人的身上啊。佛教不会这样子的。如果这样子，佛教他自己说得很清楚，这样子的话，这种人他会翻解的啊，这翻解的。为什么呢？比如说我用一种强制性的手段啊，或者是用一种不正当的手段，或者是用一种另外一个，比如说啊一个欺骗性的手段，让一个基督徒啊，让他变成佛教徒啊，他变成了佛教徒了，但是呢，这个人在佛教的这个啊领域当中，他以后的他的发展，对他的心灵啊，对他的未来啊，有没有帮助啊？如果没有帮助的话，那不能这样子强迫性的啊，强迫性的让他进入佛教，这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他非常这个尊重啊所有人的信仰，所以佛教更不会这样子啊。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是跟信仰没有关系的啊。当然，如果有信仰，那就可以做得更好。一定会做得更好。比如说有佛教的信仰，然后在这个信仰的基础上，我们把佛教的这些心灵的瑜伽啊，就用到这个瑜伽当中推广啊，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效果就更好啊。但是呢，没有信仰也是可以用的啊，我们也可以学啊，也可以推广啊，都是可以。这样子的话，就这个瑜伽的这个真正的内容是非常有用的。啊，非常这个价值啊，可以大大的提高。啊，这叫做非思维的心灵瑜伽，非思维的啊。具体的我不讲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提供一些视频和一些书啊，大家可以参考啊。简单的就是说到这里，这是第二。Sonum de yi tanja zirbani doni yi pi jane banji Jirga na jirba mong jirba Jibin zolin jowa dhuwa shu Om ahum banjirangar pamasadahum Om ahum banjirangar pamasadahumOm Aum Bajrangara Bama Sadahum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新北有一处园区，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高平地区六处，金门设有一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节医护经费，带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弟子规学习班招生，开课日期12月7日起，每周三下午1点至4点，地点南投分会，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86-5号。招生对象：小学1年级至6年级学生。报名电话：0492561311，0492561311。南投分会，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我是罗一军，当你捌甲确诊的人有接触过，也是家己发觉有风险，而且出现发烧，也是呼吸道症状，就建议你进行快筛。若是快筛结果是阳性，会当透过视讯诊疗，也是前往社区的筛检站甲医疗院所，由医生视讯，也是现场评估确认。医生嘛会问你是不是符合65岁以上，也是慢性病这条件。评估以后会开抗病毒药物，也是一般症状治疗药物，请照医生的规定吃药啊。提醒你，去医疗院所会记载密封包好的快筛检测卡匣，也是检测片，唔通坐大众运输工具。而且伫报道的时阵，主动表明快筛阳性结果，照顾家己，嘛保护别人。疫苗注三剂，做伙做防疫。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护法团队11月7日来到新竹新埔法莲寺举办巡回行动共生法会。法会开始，所有与会法师们为国家、为社会、为众生祈福恭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新竹县佛教会常务理事、法莲寺住持如正法师提供清幽的环境，让我们巡回共生，增福增慧，让护法团队受益匪浅。法师于致辞中感谢此次的因缘殊胜，也很欢迎大家光临法莲寺。很欢迎大家光临彼寺，诸位法师大德能够来本寺来共襄盛举，希望说以后大家有从这新埔经过呢，欢迎大家进来用个茶大家来共同认识一下谢谢诸位，祝福我们长老、各位法师、居士大德法体堪当事事如意、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每一次的巡回行动共生法会，每一个环节当中皆蕴含了满满的感恩。在因缘具足的当下，感恩来自新竹各地的诸山长老法师们慈悲前来应供，感恩联合起源书食百会萧董事长出动餐车前来协助，更至诚感恩台北市佛教会副理事长后贤长老慈悲主法。这个地方非常好啊，很美好的地方，真的是三宝佳地啊。那我们今天的法莲寺住持发大心，那我们是不是给他一个掌声鼓励鼓励？中国大乘佛教会理事长、
建云长老慈悲安排。那么今天哈很开心哈，让各位哈，高僧大德在诸山长老哈都会当莅临哈，来哈接受参与这个盛会哈，这个是非常难得的。那么咱三宝文中佛好修啦，一文师出万文修，如今记载见到过，生生世世恁当福报无休无穷无尽，所以要继续努力，要继续精进，要更发大菩提心。好啊，最后呢，祝福呢与会的所有的法师哈、啊，居士护法大德呢啊，平安健康喜乐哈啊，那啊同生极乐国哈啊，恭敬菩提阿弥陀佛，谢谢。新竹县佛教会理事长祥定法师慈悲协办，也代表我们佛教会一起来随喜今天殊胜的再生功德因缘。哦，那我也祝福今天的再生活动圆满成功，我们诸善长老法师法体方太，道业兴隆，我们国界安宁，风调雨顺，疫情早日消弭，人民安乐，大家身体健康，吉祥如意。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桃园市佛教会理事长普玄法师慈悲领众，慧公法师、天力法师、天印法师等多位法师慈悲领众指导，佛教慈悲置业北区各地巡回行动共生陆续举办中，所有功德悉皆回向一切众生，令常得安乐，就近成就无上菩提，所有护持者愿望得到实现，心中欢喜，长寿安乐。生命电视新竹采访报道。गणानां त्वा गणपतिगुं हवामहे कविं कवीनां पमश्रवस्तमं ज्येष्ठराजं ब्रह्मणां ब्रह्मनस्पत आनश्रृण्वन्नुतिभिसीदसादनम् ॐ नमो भगवते रुद्राय阿占陀石窟的壁画是印度古代壁画的主要代表，早期的壁画最古第九幅钱币残迹中会有佛陀传和佛本身故事，第十窟的右壁会有索母、六牙白象本身和礼拜菩提树等佛教题材的壁画，推测约作于公元前世纪。此期壁画的构图大多为横幅长条形，所表现的人物和生活场面与约公元前二世纪的帕鲁德、桑奇大塔等石刻佛教遗迹相似。阿占陀中席的壁画更为辉煌壮观，精美绝伦。当时正值奇多王朝与古典主义文化的黄金时代，佛教美术也达到了鼎盛期，创造了大量奇多式的雕刻绘画。随着古风艺术逐步发展到古典风格艺术，画面构图更为壮阔，往往一面墙壁被一个场景所占满，布局紧凑和谐。此外，第十六窟中佛教故事中的难陀皈依、舍卫城显大神通和善生施舍等也都十分精彩。例如第十六窟难陀皈依中，难陀与妻子孙德利分离的部分，充分展映了艺术家对于人物内心刻画的成功。又第十七窟太子与嫔妃劝酒图，极尽宴晚之情状，临窗窥视的侍女和门外众多的美女都风姿绰约，艳丽动人。此时期各窟的前廊、天井和列柱
所存的装饰壁画也都设计奇妙，想象丰富，色泽鲜艳，对比强烈，如卷云、蔓草、莲花和一些可爱的小动物等。阿占图晚期的壁画基本属于七世纪前后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二两窟，保留比较完整，为阿占陀壁画艺术最神奇的一座。第一窟内壁画场面的幅度皆较大，最著名的是持青莲菩萨像，庙像庄严，头戴宝冠，肌肉匀称。窟内前壁的波斯世界来朝图则反映了印度和波斯聘问通好的场面，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绘画风格也受到伊朗美术的影响。第二窟时代最晚，其前廊壁上与藻井等处都有壁画。壁画和雕刻中的人物，如王、后、太子、宫女、武士、平民，所表现的不同生活，以及佛、菩萨、天女、比丘所表现的不同神态。在造型上，我能传出内心情感，刻画生动。阿占陀壁画和雕刻的优秀艺术，不仅对后来印度的美术产生了巨大作用，而且对于东方佛教所曾传播的国家和地区，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中国莫高窟的壁画，日本法隆寺的壁画，还有斯里兰卡西吉里耶的壁画，都与之遥相呼应。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